怎么样？要不要先洗一下手？我已经洗手了。小鸡，你的胶带在哪里？好，回来，在隔壁。来，要什么？隔壁。等一下啊。认错方向。那我把它拿掉，我拿掉就好了，拿掉就好了。你手放下来，放一下子，一下子，手借我，谢谢你，谢谢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好，我不要弄了，不弄了，不弄了，不弄了。我要贴起来，来一下就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因为已经离开位置了，妈妈。好了，一下就好了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好了，没了，不弄了，不弄了啊！好了，不弄了啊！给了先生。对对对，那他有开药吗？没。因为他那里很冷，所以他有咳嗽，有打喷嚏，就打喷嚏了以后那个。好了，不弄了啊。那个就掉下来了，那个鼻胃管的那个。胶带掉下来，然后他就有提醒我们说回来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。他刚检查的结果说是 OK 的。309。OK。他现在要吃。先上床好不好？先上床。不要再吃这个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先上床之后。让他在床上吃，因为这个的话，等一下吃饱再。对对对，要，看一下尿布了，看一下尿布。呀、yeah ，感冒了，晚上注意啊，注意一下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个主任，那我们刚刚去，他也建议我们给他多做这个复健，所以我去排了复健了，礼拜一、礼拜三。做那个叫物理治疗，跟那个吞咽的复健，是吧？他可以承受。来，放轻松。那你要陪他去哦。对对对，是我陪的。我陪的，萨莉，奶奶晚上不要牛奶。好。奶奶不要吃了。对。给他换衣服，因为给他换那件衣服。好。衣服都换掉。乖一点的时候，妈咪，乖一点你就给奶奶包尿布。他等一下你帮他冲洗。你去睡觉，他等一下给他冲洗，你不要照。这样子对他对病人，我们自己有问题。那你出来，让他们冲洗。先要给他冲洗一下。对。